这个就是克鲁曼堡村，有求必应，只要你愿意，付出你双眼做代价。我要上你小偷门，听话。知道你要干什么？他的咒语不只是让我们两个眼睛瞎掉而已，你会让每个人陷入无止境的欲望，对最亲的人反目成仇。我就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你对夏雨夏天的关心还不如我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，终极 X 宿舍。